老聪，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会开吗？目前的点文师，还有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，各位请大家大家摸啊，因为消费者一定要说一个摸啊，大家好。哦。讲师好，对啦，对。那讲话大家都是讲师，啊，所以呢，其实我阿平阿弟，阿平阿弟，阿平阿弟，对不？哦，阿刚也刚刚都想来听哦。好个听，有啦，我带老师讲，但是呢，我是以咱这个老师嘛，里面一条歌叫做《玻璃天心》，其实是天心啊，啊怕啊，我怕唔到。玻璃天心得天哦，为什么这个老师要甲你讲玻璃天心得天哦？等下我慢慢做明白。有啊，啊，我怕为什么叫着这个老师这条得歌要来叫大家？各位青年，大家呢啊，是大家啊啊，有影，因为这个老师较有，就是吼，啊，无法说牵涉嘞，无法讲牵涉着这个老师伊的心意万分之一，啊，但是嘞，嘛是爱家己牵涉对无，啊，所以呢，无法度无加讲话，吼，因为。我想想啊，意思就是无法无奈，即个老早无对啦。啊，但是人讲分得无水连破，家己会认同。啊，但是嘛是不要紧，所以呢，时间得过足紧，啊嘛做无钱。咱甲看，我一个呢，爱含白啊，拢会了了无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是毋是爱加紧脚步，踏脚步踏较紧嘞，紧啊嘛，因此。研修，就亲像迄阵老师讲个，咱修是修在个咱家己，但是咱行就是爱行外口，就甲讲下意义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我下下来以咱这个老师这条道理偏心而偏哦，偏哦是啥？哦呀，看了就知影。所以咱做伙念一遍，好不好？哦。要嫁给人山子了，应该咱大人知，都给人听，还会有啥？我袂晓笑。哎，还是咱还无声啊？在帮忙着。真硬吗？啊，来啊，来啊！Thank you.
清晰。